Hello，下午好。Hello，各位下午好，欢迎准时收看《表弟好主意》现场烹饪节目啊。Hello，Welcome，下。来，请帮我们 line share 啊，Thank you，谢谢分享。Hello，表哥表姐，下午好，我是表弟。来看看我们今天煮什么？今天煮一个芋头，芋头。那芋头那天买了，我放了很多天了。然后我就打电话问表嫂，哎，要煮什么？芋头。啊，家里有芋头，你做芋头排骨咯。芋头排骨啊？对，排骨也是买了蛮多天的。然后我就跟他去蒸，浸泡一下。OK。提醒一下啊，第二个是我们要做铁板豆腐，这些都煮过的菜了啊，铁板的豆腐，第三个豆腐啊，第三个我们要找炒一个这个老虎虾，啊，老虎虾煮什么？煮我们煮小虾，哦，干煎来做干煎小虾，这个老虎虾那个时候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突破100千的那一天，我回去看重播了。就是在第四十七天，我们直播第47天，当天有16万，有16000个人看我煮个老虎虾这个是重温旧梦啊！来，我们现在所要做的排骨了，排骨我们必须要焖啊，焖的话我们必须要腌啊，腌啊，拿去炸，就是我陆续都过去都是这样做的，我拿力气炸一下。OK，现在我们要腌排骨，然后少不了苏打粉噻，苏打粉对，一定会放苏打粉。还准备一个蛋啊，一个蛋。下午好，请帮我们分享，谢谢支持啊。回来空 Coco，Thank you 50个star，谢谢。哎呀，收到！哎，没收到啊！好啊，好，哪些都没有拿回来呀、啊？没有收到。没有收到。没有收到本怎么办？不可以了，不行。没有拿到收到本啊？没有他啊，那天费用拿过去的时候没有拿。麻烦了、啊。你每次把那他没有那调味料分马上拿下。什么？不用了，没有没关系。OK，没有就没有关系啦。有你们放苏打粉啦、啊。苏打粉加肉比较松软嘛，不要紧，我们慢慢照顾它一下。就今天吃硬一点啦，OK 啦，牙齿够硬啊。来，我们说这里是来1/3茶匙的盐。来1/3茶匙的盐啊。一茶匙的糖。一个茶匙的糖，说到 powder is bad for health。来一茶匙的鸡精粉，1/3茶匙的盐，一茶匙的糖，一茶匙的鸡精粉，然后撒一点胡椒粉啊。来我们就料球一汤匙，一个汤匙的料球。少许的麻油就是我们都是一般上都是这样来调味的。少许的麻油啊。就是一茶吃的嘛，有了。来 ，two in，thank you，45个star，谢谢你。来，我们鸡蛋弄出来用啊，这是。来，谢谢给星星欣赏啊。来，请分享，谢谢支持啊。已经分享了，谢谢。谢谢啊，我们就来。来排骨多少 gram？这排骨差不多600多。还有700 gram 的排骨啊。里面有放蛋黄粉吗？这个要放也可以，要放也可以，不可以的，因为这个我们就是给它木薯粉，然后蛋黄粉。你其实你聪明多了，学到表弟了，很多知识。
只是排骨呢，你说要给它这排骨，你看这种排骨是比较厚的，因为排骨肉比较飘厚啊，那么花肉就比较不美了。那就排骨跟花肉连在一起的嘛，这花肉在上面，五花肉。如果排骨不美的话呢，排骨不美呢是瘦比较没有肉的话，花肉就美了，就是相对的。就是说排骨美，花肉就不美。对，花肉美，排骨就不美。对，那就排骨就没有两个双赢啊。没有双赢，因为就是在那花肉跟取舍咯。没关系，没有不用紧咯。没有我就炸久一点。没有你就咬久一点咯。其实有时候我们说，你可以放一点水下去，然后它肉就松啊，没有这么就没有这么。哦，你可以选择放一点水啊，肉也会松啊。刚才我已经浸了水了啦，浸泡了水了啦。可以 OK 了，已经浸泡了水啊。排骨之前腌制过程之前呢，有浸泡水啊。哎，木薯粉，至少两个汤匙了，不用看到了。哎，两个汤匙的木薯粉啊。排骨要放梭大粉吗 ？Option 呢？如果有梭大粉是好。有梭大粉，它的排骨就会松一点了。比较松软。如果没有梭大粉，你就放一点水浸泡一下啊。浸泡你就是要浸泡它松肉松了、啊，就是。那要放蛋黄粉了，可以。哎，我们刚才是放了两个汤匙的木薯粉，准备要放蛋黄粉一个汤匙啊。它有一点水分呢、啊，它就是表露可以松软一点。如果你没有梭大粉的话，你就炸久一点啊。慢火炸久一点。我们就一汤匙的。来，一个汤匙的梭大粉啊 ，custard powder。不是蛋黄粉。我有讲错吗？蛋黄粉。你讲梭大粉。是不是？是啊。昨天啊，刚睡醒啊。你每天都刚睡醒啊。来，蛋黄粉一个汤匙啊。Josephine。Sandra, thank you, 75个 star、啊。谢谢啊。OK, 我们要这里，我们给它震一震它。最重要要会腌啊，排骨要会腌啊。腌，你会腌的话，你排骨不会的、如果没有，你就焖久一点哦，排骨就焖久一点。你会腌制排骨的过程过后啊，你怎样炸都好吃啦、啊。因为我们放在旁边先。那我们现在第二个是我们的虾啊。请问我有两片墨鱼要怎样煮啊？墨鱼啊。嗯，墨鱼啊。墨鱼，墨朵啊，手动啊，墨鱼有墨朵啊，就是什么鱼啊，手动啊，对哦，你先讲了，你找手动哦，哪只？我煮过了，哪只的吗？我不知道它大小条还是什么。你可以看表弟的视频啊，你墨鱼你来炸就好啊，我觉得 OK 啊。没有看什么大条小条，你要看它的，今天我艾伦蛋 ，Thank you 75个星，谢谢艾伦。哎，老虎虾它只是切它的背部啊，就开背部啊。一人一只啊，一人一只啊，我不吃了，你吃啊。我也不能吃多。Vicky 今天做 advisor 做了300多天，厉害了。啊，今天是378天。啊，很会车啊。这道菜是在300天前煮过的菜。嗯，就是在第47天的时候，我们直播第47天的时候煮过这道菜。你一年前是煮那个什么？也是老虎虾，那一天也是老虎虾。大姨妈咖喱啊，你今天我看回今天的 memory， 你是煮大姨妈咖喱。今天啊，我昨天煮了。今天疫情多少？哎，今天没有人宣布啊，我也不知道啊。所以我们这虾，我们拿出来就把这个它的里面的肠啊拿出来，对。黑醋也能软化的作用啊，对，这个去掉就行，洗一下就好啊。好大的老虎虾，我们把它的肠拿掉。哎，你不得说那 powder 啊？Must wash away or not？ No need。你除非你放很多，还要说大粉。可是好像那个点心店哦。点心店他们把梭大放很多了、他们排骨小小个嘛，对不对？点心呢，我们常常刀洗金牌罐嘛，点心的，刀洗他们就放很蛮多的梭大粉，他们是捞一下，那正浸泡，他们浸泡可能一个小时这样，那么再冲水洗掉哈 ，OK， 他们是这样，那我们这个就没有，我们这个就是今天确诊人数1300宗啊，
是四个背书。虾一个人都可以吃完了？当然，有时我们不是不可以吃，只是说吃了的时候我们拖大满了就麻烦了。OK， 我们今天我的虾，我们今天我就不要想要炸虾。炸虾就麻烦，我们拿去 A 发热去烤哦。来，我们烤虾，今天要炸。我们用气炸锅炸。来，上一点木薯粉来。昨天我煮的香醋排骨，家人都说好吃啊。所以今天疫情千山啊，准准啊，不多也不少啊。我们放点粉啊。要放什么粉？没有，我放放点点来做马铃薯粉，我们来。你放了木薯粉、哦？木薯粉呢？我们来去炸一下。还要再放马铃薯粉啊？没有，木薯粉。哎，下午好，下午好。哎，然后有时我们炸虾，我们知道我们要可以用细纸哦，我们用细纸，啊，你可以用油纸，说它要铺一层啊，油纸 ，baking paper 啊，容易洗啊，主要是它容易洗。在超市看到一种只是煮肉的水，请问什么水来的？那个是木瓜水啊。给肉软化了吗？木瓜自然吗？木瓜自是。有的是木瓜自然。你就要上完，我们可以查成油啊，你可以查成油，但我们来撒一点油在上面呢、啊。撒点油就是等于油，气炸了。哎，我要怎样买气炸锅啊？你还可以私信表弟啊。因为我们这频道啊，你私信他就可以了。其他的虾可以这样煮吗？可以啊，当然可以啊，找大只一点的啦。就是，那我们有查你的油了吗？明虾也可以啊。明虾。我这虾才六条吧，少得可怜，给谁吃哦？你都不吃吗？或者我最多能吃一次。我是看你煮少，我才不要吃。不是，你不能吃。哎，表弟，我买回来的芋头啊，弄到手很痒啊，请问可以吃吗？怎样处理？可以啊，芋头的。芋头一定痒哦。痒哦，你那个。怎样处理？手拿盐去洗洗。手盐洗洗还可以吃的，那个芋头可以，肯定可以吃。那就我们放大火一点哦，这里说鱼海鲜啊，鱼啦。海鲜呢，我们放高热量的。好，进炸啊！多少？220，最高的。来，我们。我去按了。你去关掉哈。可以。Candy Fun， Thank you， like and share。哇，小小的雪茄冰泡，来50个 star， 谢谢你的星星啊。OK， 220度啊，15分钟啊，我们烤虾。米奇，帮我问表弟啊，煮排骨丸没有青灵字啊，可以用白米醋吗？排骨丸啊？啊，可以啊，可以一点点的、啊，不要你不用太，其实放青灵字它是香啊，我就放香的。你可以放一点醋，一点点啊。手痒的话，戴手套来处理芋头吧。对。也可以啊。你是手敏感的，就是手敏感吗？刚才下单买的表弟的秤啊，请问一般会多久才到啊？你看是西马东马。你是西马东马，如果是西马多久？西马一般上，如果我们两天里面，如果我们今天寄，两天就明天后天就到了。啊，东马呢？有时候是买明天就到。东马。啊，东马可能要一个礼拜咯。要一个礼拜啊。一个人吃刚刚好。对啊，那个虾的分量就是根本是一个人吃。还有那个海天的酱料啊，有寄，如果有蛮多沙巴的沙拉叶有拿到哦，他们有通过寄子，他们要两三个礼拜才到的。所以如果你在抽奖，幸运抽奖抽到的话呢，我还没有拿到呢，你稍等一下。OK， 那东西已经寄了的啊。Prawn got wood salt， 那个虾我们没有放盐啊，没有放盐了、就是这样。来，我们在我们现在要炸芋头啊，我们炸芋头。哎，芋头，什么都没有放啊？没有什么，这里多少公斤？一点点热的时候，多少 gram 对？这里差不多是300克、400克这样。哎，300-400克的芋头啊。一小粒的芋头了。那天买了没有煮掉，直接来炸就好啊。不然就要坏掉了。其实我今天请青柠檬我们先煮那个小那个虾的干煎虾的，那一天呢，我
我们做法布，那天有做法布了。表弟米奇及家人，大家下午好。今天煮了怪味鸡和番茄炒蛋，孩子都说好吃。哎，怪味鸡好吃。现在番茄炒蛋很简单炒了、哎。啊，又好吃来。嗯、我们这次给它再捞一下啊。排骨如果可以的话，你放点松露粉啊，给它比较容易啊，不然的话你就要焖久一点点啊。我的旗舰店如果顺利的话，应该会在4月18号啊，到时候会宣布一下，4月18号礼拜天会这 show launch 啊。啊，4月18号啊，真是啊，嗯，写的吗？我没有写的，我只要是礼拜天就可以。哎，米奇问。用番薯粉来腌那个排骨可以吗？可以啊，番薯粉可以啊。我们少用，我们很少用哎，真的。我几乎在我做餐厅几乎没有用过，我们餐厅都没有弄过番薯粉。哎，如果选芋头，你买泰国芋头就好啊，它够松软、啊。泰国芋头一定可以了啊。泰国芋头啊。啊，如果芋头啊不想要，如果我们芋头啊不想要啊，这么快芋头煮的时候就快烂哦，你就炸火啊炸久一点。GG Wong, thank you 啊，五十个星星啊，谢谢你。I already ordered wet scar. 谢谢。Can receive from 附近，然后 one week 啊，那个量那个应该要一个星期啊，差不多一个星期了啊。OK， 我们就是这个比较大块的啊。来，我们直接排骨来炸。这个来煮八不给你了。这肉是我全部挑选上来的。本来想要煮一些 Carina Lee， thank you 啊，五十个进来，来我们这里炸排骨啊、嗯。如何选芋头啊？芋头你这边买泰国的一泰国芋头，一斤重啊，泰国芋头好吃。松露粉是什么？苏打粉来的。苏打粉你可以说松露粉，也有一些，也有一些我们可以买到的，它已经是。预祝表弟实体店开张大吉、啊！谢谢谢谢。18号是吧？啊，要来哦，要来。18号啊，你要开始给对子人家了、啊。没有啊，现在我十应该是如果真正的话，我15号就一切15号我就。18还是15号？没有，意思一样而已。没有15号，如果真正的话，可以，我是15号就公布给大家，你是。啊 ，OK， 好，来吃饭了、啊，来。吃饭。来，表弟那天煮八姑爹。啊好，哎，不是、啊、叫猪脚醋，啊，猪脚醋，它的字一点点啊，大家可以捞一些米粉来吃、啊，好，可以啊，可以考虑一下，考虑啊，来，我叫表弟煮猪脚醋给大家吃，是圆的吗？什么东西是圆的？我跟你讲那个芋头啊，泰国芋头是圆的吗？啊，它是这样短短肥肥的，肥的，中间就肥肥的，圆圆可爱的。我们本地的芋头是瘦长吗？泰国芋头是肥肥圆圆的，肥肥圆圆短短的、啊、好，来，我们现在要做的是豆腐哦。豆腐我今天不要少做，要煮这么多豆腐。然后 Vicky 不吃就很少人吃。来吃的分享哦，刚刚说到三台 BDI Air Fryer 超级喜欢、啊，我和朋友很满意这台 Air Fryer，、啊、谢谢支持、啊、谢谢支持啊。Thank you, like and share, lady， 来谢谢。老师说了，买我的产品啊，你们不用担心的，啊，一定找到我。你那老师是谁？我的老师啊。你叫老师说吗？老师了，我们说，那我们 ，OK， 我们很多时候上，我买很多东西是不是，那么你买我的东西，你一定找到我的。啊，放心啦，表弟，表弟以他人头来担保啊。哎，米奇，到时候请问我们可以给我们 location 吗？可以，放心，一定会给你 location 啊。怕你不要来吧？ Okay, 如果你如果没有收大粉哦，或者是腌肉和松肉粉哦，你就可以慢慢火炸它。OK。慢慢火，小火、哦，我们炸到它透。它一透的话就是。嗯。为什么要这样做？因为没有松肉粉的关系啊。对对对对。所以你可以慢火炸透它。那我们是小火。OK。嗯。小火慢慢炸透它、啊。排骨可以用气炸锅吗？可以啊，可以，可以啊、没问题、啊。可以用气炸锅。来开什么店？它的实体店来了、就是里面
好像你如果经过的话， okay, 你可以过来。我今天有卖的刀，你可以过来看一下。我卖的刀，我卖的锅啊，我买过 Air Fryer 啊，我的量匙啊，我的那个秤啊，都在食品店里面可以看。你们可以摸到的啦。来，表弟的酸辣汤。放白米醋可以吗？可以，可以啊。你但是问题是你要抓到那个。其实我那天放黑米醋，黑米醋再加上陈醋更美， okay. 只是黑米醋比较淡一点点，我加一点陈醋更酸。看你口感是这样的，有时你喜欢吃酸，你放酸一点吧。OK， 以后要煮给大家吃哦。来，可以啊。我就是太严了，没有热气啊。改天来上来吉隆坡的时候 ，MCO 没有了。有经过啦，过来一下啦。所以我在冰岭啊，不能买到啊。你过等你来 KO 来啊。你来的时候就是来到吉隆坡必打卡的地方，就是表弟好主意的旗舰店哇。既然表弟你要天天在那边留着。来松肉粉啊，松露粉啊，说大粉这样，吃多次会对身体有害吗 ？OK， 我们其实你看啊，这么多排骨哦，我们只是放一小份，而且说大粉是可以吃的，说大粉可以做烘焙一定说大的。没有啦，你没有吃整罐啦，吃整罐一定对身体有害啦。你放那个少许啦。我要看多大。Mickey， when is your measuring cup？Arriving 啊！ Okay, 今天我的豆腐不要太大。这个月尾啊，四月啊 ，end for end of April 啊。表弟怎样选松松粉呢？粉粉的芋头啊，来，很简单嘛，这个我会啊，选泰国芋头就好。定松啊！表弟不会跑路的，人头担保啊。不要讲人头担保啦，这个起码我们的信用担保啦。我的信用绑定，我是做保险的。你找都找得到我的东西不好，你跟我讲一下。我的东西那么好不好？你要如果我生意不好啊，应该你生意不好很容易抓我吗？我在做直播的话，表弟你生意不好我就完蛋了。人头担保是什么？做错事头要砍下来的。信誉担保呢，就是做错事信誉没有了吧？Mickey 这样来唱我。白米醋和白醋是一样吗？用法一样吗？白醋很酸。白米醋是用米，白米酿的。酿啊！粉丝很快有机会见到表弟了。谢谢啊！来，你豆腐啊，还是水豆腐啊？感恩表弟食补收到了。新加坡的粉丝不人气啊，等开放的时候才过来啊。开放来旅行的时候，来要回。玲玲哥 ，Thank you， 50个 star 来。谢谢玲玲。做蛋糕都有放苏打粉啊？对呀。一定啊，我们都是做这烘焙店一定有的。表弟米奇下午好，我刚用了气炸，有吃油条啊，有吃油条也是烧大粉啊。煮鱼蛋，放海天的燕国鸡粉啊，哇！泰国我买过不松的嘞。我每次买都松。有这样的食？我每次买一定松的。你再买第二粒一下，刚好你遇到那天呢。没有啦，应该是松啊，他们的太奇怪，不是它的品种啊。你遇到那个，你买到那个很固执啊，他跟你来硬啊。好想去咧，但是我在英国去不到咧，我也想去英国啊。OK， 我们开大火，开大火炸香。我们现在是要做的是另外一个。跑得了庙，跑不了和尚啊！就是着火很容易啦。How many liter is your air fryer？ 14 liter。14 liter。表弟 under respect。我在沙巴去不了开张啊，预祝表弟的奇迹店啊开张大吉，生意兴隆，财源滚滚，画啦。OK， 再炸个东西啊。A group to your restaurant 啊。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另外一个。画啦 ，There is not a restaurant 啊，它是一个旗舰店啊，是卖东西的店的。来的时候有茶水喝啦。我们茶水招待，不用钱的。刚刚好，那个时候我煮一点菜。除了茶水啊，不用钱啊，全部要钱的。我买的猪脚可以看那两天两种的海天的醋吗？我不知道买对吗？来给大家看一下。来，我们买的醋就是那两只啊，天丁甜醋啊，还有一个黑米醋，两种好了。黑米醋啊，来，首先是天丁甜醋呢。黑米醋咯，天丁甜醋是有一个两个宝宝在那边的，然后我再拿一个天丁甜醋给你啊。请问表弟的店有代理海天酱料吗？有，会有卖。你看到的很多都有卖。
那个秤多少钱？88块啊。现在有在卖哦。表弟 service is very good 啊 ，thank you 啊。谢谢。啊 ，OK， 天丁天醋啊，有两个宝宝在前面的。甜酸好醋，好醋上色入味，怎么字啊？看起来很好色这样子啊。OK， 天丁天醋啊，这两种啊。OK， 现在我们要准备煮这个芋头，这个。排骨，我们一头先拿出来。Where is the shop? Daman Desa， 啊，我们是在 Daman Desa。啊，我做了表弟的棒棒鸡啊，非常好吃啊。谢谢尝试啊。来，我们就是表弟，你去来英国啊，骗我们啊，带你去看英超联赛。哇，我跟你讲，表弟最喜欢看的、英超。Manchester， 我是 Manchester。你去你们的家在你 UAJ 啊，我们住 UAJ 的。OK， 我们差不多是炸上了啊、你讲错了，是走得了和尚，走不得庙啊。表弟就是那个不走的和尚啊。炸到，因为它的颜色啊比较黄啊，是因为有那个蛋黄粉啊。来，苏打粉，小茶匙，喝水啊，喝了对身体健康有好处啊。我不知道啊，我不敢讲这个是有健康没有健康啊。人卖的出街啊，都是没有问题的啦。对，啊、我是。而且有问题的话，政府第一个没收，而且全世界的。政府都有收大粉了、那你不是整包吞啊？整包吞一定是有问题的。那盐你整包吞也是完蛋的、我们相信你们家人啊，感恩啊，有你们这个好的平台啊，我介绍好多人看表弟，好主意啊，谢谢来。请问黑醋和黑米醋是一样的吗？不一样。不一样，一个是米做的，酿成的。OK， 我们现在和小火酿。来，那个凉棒啊，那个秤啊，88块马币啊，印尼有卖吗？有啊，你如果运费里面哦，如果你可以愿意给那个运费就没问题的话哦。来，我们放姜片啊，来爆香，来放蒜米啊，一起爆香，去你的店就可以了，不用邮寄啊。对啊，我是秉令人啊，去 KL 有包住吗？你真会开玩笑了，来，我包你玩啊。这个是一口菇啊，一口菇。OK， 我们放一口菇，然后我们再放排骨进去啊。我好喜欢表弟那些白叶，但是东马的运费好贵啊。没办法，这是没有办法，这个是我们帮不到的。运输赠送的钱来了，来一个汤汁的料酒来，排骨炸得很美，对啊。请问空气炸锅多少钱？1388，1380码。哦，那我买错了，你。体验表弟啊，天地方，你看你买的那个可以不可以用？不要浪费啊！来，我们水加多少？这里加差不多500ml。500ml 的热水啊。差不多600，这里600。600ml 的热水。一门。用表弟的排骨王子来炸鸡肉块啊，很好吃啊！谢谢表弟哎，炸鸡肉块，排骨王炸不？我没有试过哎。SO 酱炒好吃。我们稍微焖一下啊，我们芋头。对啊 ，SO 酱啊，你炒那么好吃啊。芋头不要先下先，我们先焖一下。芋头后尾来下、啊。因为我们怕会硬嘛。如果你说我没有说大粉会硬，肉会硬的话，你稍微焖一下了。稍微焖一下。稍微焖一下。焖它10多分钟，15分钟就很好了。要这样久了没？是这样啊。好，那么在硬的时候，我们这边准备开大火，我们要准备炸豆腐。豆腐我切得很小片，等我们的 A 反应已经好凉了。刚刚看我们的虾，已经好凉。刚刚我们 A 反应是220度啊，还有15分钟来烤啊。很美啊。表弟店里卖的酱料跟 Shopee 卖的一样价钱吗？来，同意啊，价钱是同意啦。请问可以用狗仔醋吗？什么是狗仔醋？可以，你们这不同的，你们自己可以。可以啊，狗仔醋。猪脚醋哦，只要你会调，不一定要跟着我了，只是我的是很简单，这样倒下去就可以了。请问那个秤多少钱啊？来，88块马币啊。这个颜色好鲜艳呢，都不用放啊，我这样子觉得很香了，这样子。你其实不用放那个调味料啊，放点盐也可以啊。苹果醋有卖吗？苹果醋我要去问海天有没有看海天有寄上来吗？
感恩表弟坚持的付出，来，您辛苦了，也要感谢大家坚持天天来看啊。来一个汤匙的蚝油，你可以帮问表弟啊，猪脚醋少了白醋，少加了少许白醋啊，肉会变成容易易碎吗？成小块？不会啊。来一个汤匙，来一茶匙，一茶匙的糖，来一个汤匙的蚝油啊。现在的我们说，现在的肉是比较容易黏的，你要注意一下咯。现在的肉会很容易黏啊？什么原因？因为现在猪不像以前的猪跟羊了。现在的猪不像猪啊？不像猪啊？像不早期的猪是早期要养了很久嘛？现在猪是比较快速的。现在是打针猪是吧？我跟你讲啊，其实都有打针的，来帮帮。来，这个多少钱 ？OK， 一茶匙的。哎，不是。一茶匙的黑酱油啊，不要黑油，哦哦，总是爱哦哦，啊，你要黑一点就放多点啊。一个茶匙的黑酱油，请问88块有包邮吗？没有，总是没有包邮啊，因为包邮很难计算啊。啊，电子秤一个多少钱？88块马币啊，没有包邮啊。苹果醋可以直接喝，还是拿来加其他的？没有直接喝，直接喝的。啊，我的孙子最喜欢的。对。一汤匙，一个汤匙的酱油啊，先闷一下，先闷一下。请问蚝油是什么？用什么蚝油啊？我们用海天的。来，这个是加热水，再加多少钱？多少？像我们的芋头啊，全部冲下去。来，芋头和萝卜啊，放进去了。我们的蚝油是。恭喜发财蚝油，财宝蚝油啊，这个是比较高等的啊，海天的上等的蚝油啊，有财神爷代表的嘞啊，财神爷代言的，来邮费多少？看你哪里啊，邮费在哪里了？你私信表弟好不好？福建人总是煮东西喜欢黑黑的，这样才好吃啊。你其实猪还是猪啊，肉质都不一样啊。芋头很少啊，因为芋头不是猪脚啊。哎，水总共多少？你是加？总之你要保持那个完本咯。总之你要保持那个水的那个分量啊。他也不知道要讲跟你讲有多少水了。用了会发大财吗？吃了过后包你肚子发大财啊。来撒一点胡椒粉啊！米奇，我煮了很多种菜啊，但是不会写出来啊。The yam got fried? No， 它没有 fried 啊。有，它来了。哎 ，sorry， got deep fried 啊。它有炸 ，got deep fried 啊。Yam got deep fried。可以看看什么秤吗？忘记拿回来，在他的店啊，他忘记拿来。早上我看到直播的电子秤啊，128加运费是啊，128是哪里的？新加坡的128。像白骨蝶这样的味道，你煮很像白骨蝶呀。 Mickey Blur Blur Sleepy 啊，心不在焉啊，这叫做心一直想要出去玩啦。年轻人是这样子啦。 OK， 来，这个是葱头的，我们放葱头啊，我们要放多一点的水，来加点水啊。Mine is green label oyster sauce from 海天。Is it same from you? Yeah, same from 海天的product来的。但是我们是比较 premium 一点啊。来，我们放一点马铃薯粉勾芡啊。青色的是普通的普通的那个海天的 oyster sauce 来的。蛋包饭会吗？蛋包饭，它应该不会煮啊。它很少煮那种蛋走板的啦，它比较少啊。所以海天是很多蚝油的，你看它完全挂那个锅，完全不会心痛啊！它挂了，我们会心痛啊。
did not put the fine spice powder， 没有放五香粉吗？有，没有放啊。OK， 这么用就了。来撒一个料酒呢。今天又是炸炸炸上火啊！来开两罐卡顿就好了。表弟每天的菜都是好料啊，腹肥也很难啊。OK， 来倒腹啊，水蒸后直接来炸。海天的天津甜醋加阿萨玛，煮猪脚醋很好吃哦。Where can buy your filing pan？ 台湾没是表弟啊，行吗 ？Either 去表弟的 Shopee 也有卖啊 ，Shopee 里写表弟好主意就有看到了。还有5500人啊。来，今天是煮了第几天呢、啊？378天了。来，我们炸豆腐啊。请问说冻是什么？说冻啊？广州香港人说冻叫什么？手冻叫那个鱿鱼啊，系咪鱿鱼？鱿鱼，鱿鱼啊，手冻系鱿鱼啊。来，我们放甜豆啊，荷兰豆，还有那个青葱条啊。刚才那个是青葱头来的，我们先之前是放青葱头，然后这个是青葱的那个笋啊，再加那个荷兰豆噻。还一个汤匙的料酒，撒上去就可以了。耶，鬼佬凉茶准备好了，等一下我就喝两罐了。May I know how to fry the peanut? I fry already, no crispy 啊。怎样炸花生啊？它炸的花生不够脆啊。哎 ，May Ng 啊，你 PM 表弟啊。你可以看到他。啊，他会跟你啊 ，send 给你啊。他现在啊脑袋空空啊，想不到 ，cannot think 啊。啊，请问有出深夜厨房的食谱吗？可能会啊，还不清楚。会安排，再安排着。可能会啊。来哪个？啊，表弟 selling the crayball or not？ No， 他这个没有了，这个在我家很久了。啊，我一搬过来就看到了，我一搬过来这里我就看到了。多年了了。香港啊，叫鱿鱼啊，鲜鱿啊。嗯，鲜鱿鱼。好油啊！这个油不够热，赶紧我看。耶稣爱你们，祝福你们满满。我6点了，又回家看重播了，拜拜。谢谢啊，耶稣也爱你啊，都爱大家了、啊。耶稣爱大家。说东是麦鱼啊，啥麦鱼？麦刀，麦鱼。麦鱼，麦刀啊。啊，我煮是那个。鱿鱼啊。表弟煮大姨妈咖喱啊，请问几时再煮那个乱棍打死猪八戒？谢谢。哇，我要乱棍打死牛魔王。Vicky must make appointment 啊 ，to visit 表弟 shop 啊 ，must have SOP， 这个是要看他的工作那边的人啊，详细安排啊。啊，表弟，你不要一大堆人来啊，啊，就完蛋了、啊，1人10000块啊，哦，到时候大家都发了。今天表嫂清理的辛苦啊，今天表嫂清理的很苦，她几乎是天天清理都很辛苦啊，不止今天啊。来，我们现在要做那个干煎哈喽了，是吧？不是，我做豆腐先。啊，做豆腐先啊。先放豆腐。大家盘碗好，煎及炸的食物味道比较浓，也更好吃。怕燥热，可以煮罗汉果糖水来喝啊。啊，有时间你可以做那个罗汉果，真的糖水。来，我们蒜米爆香啊。啊，像我们这样子的，就是两罐鬼佬凉茶就好了。两罐鬼佬凉茶。啊，鱿鱼跟那个马鱼是有分别的、啊，好像我这样子啊，我什么都叫手动啊，方便啊。因为你就是我写精良也是写手动，手动。OK， 我们就放肉碎下去。香港人，台湾叫花枝啊，这个。花枝对。来，这个是肉碎啊，猪肉碎多少 gram？ 这猪肉150 gram， 150 gram 的猪肉碎啊。What is today? I finish cooking only six 表弟啊，我们现在做这那个铁板豆腐啊。来，这个是冬菇碎的、啊，还有葱头啊。OK， 可以叫香油鸡吗？像炸鸡的，有吗？会做吗？香油鸡像炸鸡。
啊，当然煎了。你可以私信表弟嘛。有没有看到？我还看到，我不知道你讲的香芋汁是如何的。好有欢乐气氛的直播，继续努力啦，来大家一起努力啊！来给我们秀芳一颗。哎 ，Mickey， you help your mother to wash up the kitchen 啊。放汤匙，也放三分之二汤匙的。来，三分之二汤匙的黄豆酱，我们是用 yes 黄豆酱啊，三分之二汤匙啊 ，OK。猪八戒被乱棍打，好像也打不死啊，被我们咬死了。一个汤匙的料酒啊，我们放一个汤匙的料酒，水多少？这水300 ml。300 ml 的热水啊。来放豆腐啊。Request for Layla to stand by and assist during the shop opening. Avoid getting fined for all your fans. 可以叫 Layla 来帮你来吃戏那个 SOB 啊。人每个人都发财啊，10000块啊。来，我们的豆腐放上去啊，但是没有看到有铁板出现啊。I'm from Singapore. I just buy the 海天 sauce at 云花 shop 啊 ，they're selling a range.来，这个是一茶匙的，没有半茶匙，半茶匙的。你不要黑呀、啊，我就不要那么黑了。半茶匙的黑酱油啊，你看，来够，还是要放，总共一茶匙呢。嗯。来，总共一茶匙的黑酱油啊。记得小时候妈妈用生抽老抽炒花肉，又香又鲜啊！一家人一碟青菜啊，一碟花炒花肉配白饭啊，整个饭包不能剩米饭啊。来，赶紧放什么？一汤一茶匙的糖，一茶匙的糖，一茶匙的鸡精粉啊，还有胡椒粉。Can I know 啊 ？How to find the recipe？ 来撒点胡椒粉。The recipe 啊，你去我们的 page 啊，佛东那边就有了。佛东你看到什么菜，你就 click 印进去啊，就有了、啊。没有的话，你就去 Instagram 啊，写表弟好主意啊，里面就有了。哎，表弟用气炸烤箱啊，焦烤腰豆吗？可以啊，会安排啊。我就要做一个短视频啊。说东瀛香港啊，好新油啊！可以看看表弟的料酒吗？海天拍的，来马铃薯粉勾芡啊，手洗。表弟的料酒不放了，你往那边去了。来，再来勾芡，这是海天的料酒来了。OK。人一定很多在你的店的，所以要注意一下啦。可以黑一点啊，才好吃啊！哎，是真的啦，黑就是有香啊。你拿这个来做铁板，嗯 ，OK， 还拿他的那个平底锅来做铁板，不如放在那边会烧吗？这块啊，我帮你拿掉了，谢谢提醒，一定会烧啊。谢谢表弟、表嫂还有米奇啊，感恩，晚餐愉快啊，大家一样。香，我们不要炸，就是拿来给烤一烤，哎呦，会好看。你有铁板，你就放铁板啦、啊。嗯。Mickey, you know Great Eastern 啊 ，got court case 啊，白人输 Great Eastern 啊 ，not able to get blame 啊。啊，那个 Star 报纸啊，已经道歉了，误导人家。误导。啊，误导啊，你可以去看那新闻啊。其实大东方是 Good View、啊、Good View 来给出去的，500000呢、欸。不是输了，不是被输了。不是我们没有输。还没有这个，还没有正式数了、啊。嗯啊，它是 good view 啊，好险啊！但是新那个星星 Star 报纸啊，英文报来的啊，他已经道歉了啦，他讲误导人民了，对，误导。表弟炒完菜可以直接洗锅和盖吗？按钮的那个塑胶红色的会融吗？不会、啊，它是耐热的，它是告诉你啊，它变白色，告诉你它已经很热了。哎，表弟买什么豆腐？水豆腐来了。这个两个锅可以用铁铲吗？千万不要啊，坏啊！他是初用者啊，啊，他一年换一个锅啦。啊，我觉得你如果我用大娃，来，我们下点烟。如果你是比较保护个锅啊，我看2-3年都没问题啦。这个锅便宜啦。哎 ，Mickey， 为什么我有看到 FIRE 中奖名单啊？没有看到中奖名单。在3月24号啊，你要拉回去看呢，中奖名单已经是公开给大家了，啊，没有话你私信表弟啊，来我们放蛋啊，几粒蛋刚才那个，三粒蛋，我们来这样子煎一下，我们就把我们的豆腐放进去了，
做个蛋皮更好吃啊。如果用铁板要加鸡蛋，有啊，我们加了鸡蛋了，看到吗？来五千人的也不错，来谢谢啦。撒一点葱花就结束今天的铁板豆腐。谁睡啊？没有铁板啊，我们就用那个平底锅来做铁板啊。请问表弟的店啊，平底锅有卖吗？有，有今天你看到了什么都有卖啊？除了表弟和米奇，还有我妈妈没有得卖啊。OK。How much is the pan？ 这个很便宜的，百来块，百多块，百二百三这样子啦。Around there。东马的那个秤啊，多少钱？我不晓得它运费多少钱，我不晓得。只是新加坡我知道是40块。它的那个秤是88块，但运费就不知道多少。不会说，你要问那边呢？你要问表弟啊，你今晚问他一下。哎，请问表弟有卖平底锅吗？有，啊有，什么都有卖啊。我们这里很多都有卖啊，我们这里是商业厨房来的，我们是商业厨房啊。盖红色的不耐热啊，你不要拿去烧啦。你盖这是闷啊，闷还是蒸啊，这样东西吗？你不可能拿那盖去烧嘛，一定会烧坏的、啊。OK， 滚了就可以有了。来，铁板豆腐。滚了就可以了。一样可以有啦。你要拿一个电热呢，你要烧坏你的桌子啊。28cm 的 pan 好用啊。Go to office to get the pan. Yeah, can come. Welcome, welcome 啊。让我喝茶啦。哎，找我们林爹啦！我明天早上都在啊，明天早上来看。哎，每天都在的啦，明天早上。明天早上10点他没有地方去了，他只有在 office 了。啊，老人家没地方去，麻烦。嗯、啊，哎，林家 office。Yummy 哦，啊，希望你喜欢啦、啊，铁板豆腐啊，不用刻意去买一个盘啊，那个哦。表弟为什么这么会讲笑话啊？每次都会逗到表弟发笑，表弟那有讲笑话让他发笑嘞。一汤匙，来一个汤匙的酱青啊。一汤匙的黑酱油。黑酱油多少？一汤匙。哇，那么黑啊！来一个汤匙的酱青，一个汤匙的黑酱油啊，就是老抽啊。一个汤匙的料酒 ，OK， 很容易记啦这个。表弟问你的很久了都没有回复我，来你再私信他一个汤匙的糖。我又买你的炒菜锅，现在要买平底锅，怎样下单？来私信表弟或者是 Shopee 你写表弟好主意啊，我怕你 Shopee 会遇到冒充表弟的，很多人冒充表弟啊，你要注意一下啊。来三个汤匙的水啊，三个汤匙的水。28寸的 board 啊 ，is good to use 啊 ，use to make the pizza。来，我们放了芝麻香油啊，一茶匙就好啊，芝麻香油一茶匙。来，流口水了，铁板豆腐我最爱啊，啊，叫妈妈煮啊。米奇搞笑咯，差点喝汤喷出来，吃饭不要看我啊，啊，你看到我你也会喷的。看聊天室啊，你要私信他还是聊天室？我没有看到你写什么啊，你再重复啊。来热锅下点油，你边抹比较好，边抹。来，兄弟表弟，来，这个是蒜米，还有那个葱头仔啊，对，还有红辣椒切碎来爆香啊。对。写错，应该是米奇为什么他们会说笑话？哦。这个问你我怎么会笑？来，我们放点油啊。请问那个秤啊，东马的运费多少啊？来，没有做出功课啊，我们不知道啊，讲真的。你要问表弟啊，好不好？气压锅多少钱啊？气压锅就是那个我们的 Wonder Chef 的，对啊，698块啊。谈天说地，笑笑煮东西，才不会那么闷。我们看了也特别开心。对啊，来，我们下点油来爆香啊，我们。泡好了酱啊，然后再来去爆香这样。哎，白夜的抽奖活动啊，不是3月31号截止吗？为什么3月24号成绩出来了？
他有写三月三十一号。没有，三月二十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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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三月二十四号是我们公布我那一天最后一天的。啊，他那边是三月二十四号啊，他是写三月三十一号没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没有啊，三月二十四号啦。三月三十一号是我们 A fire A fire 的那一个。哦，你们 A fire 弄错了。他有两个比赛啊，一个是三月二十四号截止的，一个是三月三十一号啊，那个是买 A 发业的那个啊、抽奖的活动噻、啊，啊，那个是 BDI Signature 啊，我跟你讲表弟的平台啊很乱的啦，很多节目啊，啊，你要注意看一下，请问你的窗台有罐啊 Lemon 啊，可以拍一下嘛？你这样厉害哦，我都没看到有 Lemon 啊，洗碗机是不是？洗碗机啊？洗碗机来了，来我们冠军哈洛啊，冠军买冠军的，买冠军哈洛系咩？摇哈，是摇哈来的这个、嗯，超容易的这个。This belt is good business for the kitchenware, air fryer and other insurance and master. Wish you good business in your insurance. Thank you， 谢谢你来。我主要生意还是赢保险啊。OK， 来，啊、这锅有、啊。如果你对你的工作很不满意的话，想要换工的话，考虑一下做insurance agent啊。insurance是退休人士做的啦，来欢迎啊！如果正要退休的朋友来。哎，我的 agent 大多数是年轻人的喂，不要开玩笑喂。这锅有涂层吗？需要保养吗？啊，这两锅吗？一定要保养。要保养啦、啊。可以用铁铲吗？硅胶怕会融啊，硅胶它很耐的，硅胶通常可以耐200到220度啊。你来炒 OK， 你不要拿去炸。啊，你让我大火炸就不能啊。米奇很逗趣啊，表弟表嫂，帅哥米奇没有热卖啊。我想买气压锅，回复我一下啊。哎，我 screenshot 你一下，你叫表弟来去。等我PM 你啊，好不好？等一下你看你的陌生信息啊，边看打姨妈咖喱啊，边煮打姨妈咖喱，边看直播、啊。来，就我们蓝爱玲，蓝爱玲 ，thank you 50颗星啊。啊，是要。今天煮表弟的番茄加炒蛋啊，我妈妈加饭。哎，那个番茄炒蛋啊，很好吃，很够味嘞。番茄炒蛋很好吃。啊，很够味，真的。很多人都煮得很好。我经常听到老抽啊，原来是老抽，老抽系咪？老抽，老抽，老抽啦、啊！对对对，来，今天全部欧噜噜啦 ，all 噜噜啊，很多时候都是欧噜噜啊。Andy， thank you 100个 star 啊 ，Andy 又来，七重庆45颗星星，来，谢谢你来。Can you be cook 阿桑霞，你可以煮吗？阿桑霞，我卡明要煮，叫大家卡明啊，卡明顺啊，他煮阿桑酱了了，叫大家啊，阿桑啊，阿桑，重温阿桑嘛、啊，啊、这个就是，这个叫什么？啊，这个是排骨，像排骨蝶哦，红鳍排骨蝶啊，一坨软鸟啊，六只虾哪里够米奇吃啊？所以米奇放弃吃啊，让他们吃啊。嗯，好，耶，放的好吃。好，这个就是六只虾。这是我们的小哈，啊，小哈，它是酱油的味道啊，酱油香味嘛，啊 ，OK 啦，嗯，这个就是我们的铁板豆腐，我们就用这个来，啊，铁板豆腐啊，啊这鸡蛋三粒太多了，如果两粒鸡蛋就刚刚好，因为两粒鸡蛋不会看到一下底嘛，两粒鸡蛋倒下去，看你的那个铁板多大啦，其实，啊，真的啊，很感谢，你漏水不够多，够漏水多就很美，嗯，啊。你这个酱你我是用黄豆酱，你可以用招牌那个拌饭酱，拌饭酱都可以啊。你冬菇招牌冬菇酱也是可以啊，你可以放蚝油酱也可以，都是你自己喜欢啊。我海天的黄豆酱是不错了，那个味。那我你没有看到我没有放酱油吗？那黄豆酱已经够咸了啊，你字不多吗？啊，真的很感谢今天大家给的欣赏，给予我们的点赞，我们分享。好、啊，今天踏入378天。啊，陆续，我们的还每一天会做直播啊。那么我很期待是回去我的新的我们的旗舰店，那么以后旗舰店啊就很美，就可以那边做、深夜厨房也不错。Okay. 啊，可能深夜厨房我们会改时间，可能早一个小时，嗯，或者早一个半小时。就是、换了名字啦，叫黄金厨房啊。啊，没令点击50颗星啊。到时我们再会再讨论一下啊。啊。那么也期待啊、如果是进不了粉丝们，你们有经过
Auckland 这个达曼利沙 Welcome 你可以来拜访我们。好，那么我们也是蛮欢迎到，就是有真的是有个旗舰店，是要跟大家交流，真正目的是要跟我们的粉丝们交流，常来喝咖啡啊，聊聊天啊，对对，可以啊，我们交流啊。如果你是厨师的话，也上来也邀请你上来，有时说哎，可是表弟我有什么好菜想要给你啊？如果你要煮一下你的那个拿手好菜的话，到时那个可以都没问题啊。好，就是说大家都可以切磋，我们做交流。如果你是小贩的哈，大家也是可以交流，对，好，最后真的谢谢大家。好，我们明天5:30准时见。好，拜拜拜。